아무튼 다음에 다음 편이요. 코리아? 네. 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. 죄송합니다. I don't know Korea. 감사합니다. No, 죄송합니다. You China? No, I'm Malaysia, but I know Chinese. 말레이시아? 하하하. 要不要一起玩啊？他们明明会说华语，我的天啊！第一次跟你说韩语，我的天！감사합니다자바보요뭐？那什么？听得懂那个闽南语吗？不明白啊！你不明白啊？我不明白啊，谁告诉你的？马来语叫卡卡，对不对？卡卡是什么？卡卡，你不是马来，你不是马来西亚人吗？马来西亚没这个卡。卡卡不是吗？小姐姐不叫卡卡吗 ？No no， 卡卡那叫嘎嘎。哦，是嘎嘎，是不是？哦，嘎嘎。不是卡卡，嘎嘎是姐姐的意思，不是小姐姐。哦。嘎嘎呼啦啦啦，那是嘎嘎。嘎嘎，我叫阿棒。阿棒，厉害吗？厉害，没遇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啦、啊！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I don't want. I don't want see anymore. 你这人有人跟你说过你很幽默吗？他通常都说：“哎，你长得还蛮幽默的。”你长得很幽默吧？那我就打死他了。嗯、啊，送了吗？对，我就把他打死了。这里你都收了吗？我随便收、欸。哎，我收这个。我看得出来了。不知道我们玩这个蛮菜。我不相信。帮我带个金来好不好？金吗？你要什么金？就红点。红点的，好的好的，我把我给你吧。真的吗？我把全部都给你，不留一点余地。哇，可以啊，再来。啊？什么东西？继续。为什么？你不唱，我就不给你了。你是主播吗？我是台湾的。你是台湾的呀？对啊。那咱们说台湾的那个叫啥？叫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闽南语啊。闽南语吗？那叫。对啊，我刚不是说假爸爸哎。假，你吃饱了没？对啊，你还是知道吗？哦，我会听一点，因为我通常都看节目嘛。看节目，看什么节目需要假爸爸？那种台湾的什么什么，我忘记了。连续剧？不是。终极一班。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可以啊。对。没事啊。咋不说话啦？忙着呢。忙的哦，安抚隔壁的小哥哥啊。什么鬼？忙什么？我在吃东西啊。在吃东西啊。你分我一点吗？我不要。OK， 不准。想死吗？小气耶、欸，太小气了吧？没有说你很小气。我小气吗？小气啊、我气过去都发霉了，你还要？不是，那可以喂我吃啊。什么？可以喂我吃啊！来啊啊！いただきます。喂、哎，还挺凶的嘞！哎，太恶心了，不行。OK OK， 我承受不了，承受不住。哎，走上面啊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どうして？あのね、好きです。不行，
你说日语太好笑了，我承受不住。承受不住吗？どうしたの？やめてやめて。やめて，你这个やめて也放点感情好吗？是这个，一点都没有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哦，就上。你是玩这游戏玩自闭的吗？对啊，这现这个没教过小姐姐啊。嗯，那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是男的呢？那更好啊。那更好啊。啊？为啥？因为男生我也很喜欢啊。男生更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的脑袋承受不住这种骚气。小哥哥，哦，你讲 大好き。哦，你讲也是可以啊。那我不要。什么？我可攻可守啊，你知道吗？明白了。一攻一进，一进一退。気持ち。気持ちですね。気持ち悪い。嫌い。わかった。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ね。本当に。哦哦，やばい，やばい。嗯，红的呀妈！我的老妈呀！我的老天鹅啊！你有妹妹吗？妹妹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妹妹啊？没有妹妹，那你有弟弟吗？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弟弟。我是说你妈生的弟弟。我妈没生啊，你可以跟我生啊，就可以有一个弟弟了。我不要。你来吧。卡诺西德斯呢？太恶心了。太恶心了。不行啊。好啦。我承受不了。你要把我逼疯吗？不会啊，嘛，逼疯是什么？哦，逼疯是不是？逼疯。其实我没有撩过小姐姐啊，很少啊。那你试一下，看我会不会受撩？受撩吗？你说土味情话吗？还是怎样？哎呦，有雷啊，很近啊！怕？就照你的方法就好了。他炸我的菊花，有点害怕。菊花在美丽上，你的笑。唱不上了。太高了。我原来这里有个桥啊！哎呀，我们这鸳鸯戏水是不是啊？这个太慢了吧，这个太慢了啦！要啊！哎，受不了了。原来这里旋转跳跃，你看我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闭眼啊！你闭眼，尘嚣看不见，你沉醉的美，白雪下咽。喜欢蔡依林吗？很好哦， oh. 给你面子吗？给你面子啊！台湾的歌喜欢啊，最喜欢啦！太做作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真的来不及了啦，来不及了啦！我真的特别喜欢他，你特别的敷衍，特别的敷衍，特别给点面子嘛。特别的讨厌你，但是又不要讨厌我，但是又舍不得你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不会啦！哎，左边！哇！什么鬼？啊！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